我无希望你的囡仔一出世就无家己的温暖，所以我。我愿意选择你甲玉生，我愿意退出。玉，你是我上好的姊妹啊，我就参像一家人同款。想要甲我做这个代志，你阁愿意原谅我？我真正想袂到，想要做咱两个人走到这种地步。这个世界，我上无希望伤害的人就是你甲阿姨。阿姨佫甲我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我真正有够介绍。不是的，多谢你愿意原谅我。哇，莫佫哭啊！安尼对宝宝无好。嗯。我前面走你。婉瑜，你是安怎？这刚是老腿油啊！婉瑜。你听我解释，杜小慧包包拉链明明就是有起来的，所以讲你想要把老太爷放伫我包包内底？婉瑜，不是安尼啦，亏得这物件即卖就无需要，你嫌我啦？啥叫无需要？因为我讲我愿意成全你，愿意退出就无需要啊。不是安尼，这无重要。你拄则不是讲你要成全我甲宝宝，所以你嫌我啦？婉瑜，喂，你莫过来啊！无怪你拄则问我讲，我是不是想要对你的囡仔下毒手？原来你早就想要把这老腿药放伫我的包包内底，害我让大家误会，讲我想要对你的囡仔不利。你莫演，你的心肝哪会当这么恶毒？你讲的话我未阁相信啊！我再跟你滚，我跟你滚！你快跟我滚啊！就算讲我要跟黄玉生离婚，我也要把你所做的代志讲给家人知影。我离婚已经去伤害到两边的世代，我袂当让你这款心肝恶毒的查某离开黄家。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妈妈应该让你这款无天良的妈妈是大汉。我就知影，你讲什么要成全我，拢是白扯话。别伫遐假情讲假好人，就是害我感激你，是讨厌我，你阿妈死对无？李美妍，你真正是无通伊安尼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甲白白布，你敢学？我真正就后悔对你冷心的，才就伊这款人，根本就无带伊人同情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。你只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会用啊！你不是跟我两个人比亲姊妹还搁较亲？你想怎处处要报复我，要找我麻烦？以后行吗？我不，你好啊！我不会，你不会。
跟玉生之间就无任何阻碍啊！大家发现韦云的物件，嘛会认为伊应该是无法度接受离婚的打击，伊才会想袂开的。对，就是安尼，安尼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韦云，你着安心去，我会代替你好好做玉生的太太，替你洪台打鸡瓜。我欠你，后世人你才来找我痛。玉生。这是我最后一个月的成分留给你的祝福。咱结婚一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啊！我流足侪目屎的，你讲你会疼惜我一世人，袂阁让我哭，袂阁让我艰苦啊！即摆我希望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流目屎，你跟美颜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我祝福你可以好好珍惜对方，有一个新的幸福家庭。你要做爸爸要较有责任感的，美颜是一个很欠缺爱很没安全感的人，为着孩子设想，你要给安大爷的心。我相信美颜也会全心全意对你付出，爸跟妈也有悔啊，你要给友好人，我真心祝福你幸福美满。韦云，离婚，不晚。韦云，拜托你，给你接电话啊！韦云，什么拜托你？王玉生啊，我真正不知道怎么说你，我猜韦云哦这么爱你啊，你对他哦说一套做一套啦，脚踏相传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悔改，韦云哦要跟你离婚哦刚好而已啦。我知道我是全世界最对不起韦云的人，
所以我才会一直求伊原谅我。啊，即摆伊甲离婚协议书签签，人要走啊，我是要怎甲弥补？好啦，莫讲遮啦，先想办法联络怀孕再搁讲啦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嫂嫂搁无转来，伊是走去倒啊？不管啦，即摆先找到怀孕较要紧啦，行啦。唔知影鲑鱼敢有去有人救起来？这新闻嘛无报，万一伊若是白求花转来，一定会甲我无说哩，甲伊扯落水的代志压压出来。到时阵我着温死袂活。那只有恁两个，鲑鱼呢？应该等下就是吧。听因的口气，敢若不知影魏云出意外，安尼就代表魏云无甲伊联络，所以魏云即马搁伫个水底。魏云今日外来上班嘛无请假，恁三个是好姊妹啊。够有人跟伊联络？无，我无。魏云的个性就有责任感的，伊无可能无要来上班，佮无请假，伊有代志哪会交代呢？啊，是我打电话看觅。魏云敢有来上班呐？黄医生，今嘛魏云无去，你是魏云的翁。应该是阮来问你比较对，先做你找来公司。我就是找无人啊，伊昨暗留一张离婚协议书，还佮有告别纸条，人都无去啊。阮全家伙也找过，拢找无人，我才来公司问啊。你谁在跑啊？你佮好意思问哦？那不是因为你，我嫂嫂改过来，害你痛苦。你敢知影离婚是一个我尔痛心的决定？今摆阮嫂嫂无去啊！你讲是要安怎？你甲阮嫂嫂恨我，甲嫂嫂恨我啦！你，我是要去当白天，你会转送伊的啦！你是不是知什么代志？魏云敢有甲你联络？哪有可能？伊看到我就是要甲我拍死，哪有可能甲我联络？魏云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你人伫喺倒？警察，你讲，魏云伊把手机啊，搁遐放伫花边，伊人无去啊。先生，我是高云阿仔，我接到电话讲你有找到阮某的物件是？啊，对啦，这拢是现场找到的物件，恁看一下，是不是高云的？这是魏云的包包，手机还搁有的呢。啊，搁有啦，这是现场的相片，有人通报讲，敢若有人跌落水。在哪底啊？小梦姐，这是伫倒位啊？拄好就伫凶光区附近的危险水域。危险水域？那你敢有找到人？无你甲魏云只是去遐散心行行尔。现场无任何的人，嘛无监视器。但是照附近涂骹的状况来看，阮判断应该是有人真正跌落水。即马搜救队已经尽全力在搜查。魏云，你即马到底是倒位啊？莫搞我吓惊，赶紧转来啦！好啊啦，伫还袂确定状况之前，阮嘛无法度判断讲跌落水的迄个人是高魏云，所以请恁较冷静。魏云，是嘞，你唔通怪我，人拢是自私的。